上次借用这个海德格的这篇文章，什么叫思想啊？大概也让同学们了解一下哈，我们要念哲学，大概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然后哲学主要究竟是在怎么样，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大概也让各位清楚。然后我们也让各位清楚到，就是说你念经典啊，透过哲学的经典，我们事实上是在怎么样？是在看一些哈，在思考上面最优秀的一些人才哈，不管是东方西方啊，可惜我们这堂课因为没有时间讲东方的哈，那就让给别的老师去讲这样。那我们主要还是以西方，那就是在西方思想界里头最突出的这一些典范，我们来看看他们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遗产给我们啊。那我们讲说哲学的一个起源在苏格拉底那个年代哈，开始蓬勃发展，差不多西元六世纪左右。那那个时候哈，出现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思想的流派哈，一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赫拉克利图斯学派，另外一个叫帕梅尼德斯学派哈，基本上是分为两派。那这两派的这个思想刚好是非常的针锋相对啊，然后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思想界受到他们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影响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讲，一直影响到今天，那个不知不觉一直影响到今天。那非常可惜的呢，赫拉克利图斯这个人的生平跟帕梅尼德斯这个人的生平，因为是古代的人物然后都没有太详细的历史记载，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传说，都是属于传说。那传说赫拉克利图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曾经有一个国王曾经要请他去当宰相然后他就非常不客气的说：“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也是非常有名的那帕梅尼德斯呢，他就不一样他是在一个小岛上，希腊的小岛上面活跃然后影响了非常多的学生，甚至呢，苏格拉底的很多的思想应该是受到帕梅尼德斯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小岛上面的这些活动就是有点半类似宗教然后它是跟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一定的关联毕达哥拉斯学派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讲那个声音最和谐的那个是什么样，6:8:9:12就是那个毕达哥拉斯定律。那这一派呢，显然对那种非常抽象的思考，尤其是数学啦这种东西是非常的注重，然后他们对天文学也非常的注重然后这一派呢，据说受到印度的哲学，尤其是奥义书时代的哲学影响非常大，所以它有一种轮回的那种观念事实上西方的哲学里头很早的时候也有那种轮回观。那这种轮回观呢，多多少少影响到柏拉图帕梅尼德斯影响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又影响到柏拉图那所以这些思想事实上是影响后代蛮大。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两派思想究竟影响到底是在哪些层面那赫拉克利图斯呢，就是说他的生平我就不多介绍了，因为那些都是传说，都没有办法怎么样这个实证不过他留下来的这些断简残篇，在这个后来这个西元四世纪五世纪的时候开始有人就在收集那可信度还算是高，但是都是断简。那我们翻译出来呢，大概是我们把它整理出来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稍微把它看一下，看他那个思想到底都是倾向于什么样的说法，都是一句一句的，都是残篇第一句话他讲说，正觉是最大的怎么样德性我们讲说希腊人认为一个人的这个才能要发展的那种才德实际上应该叫做才德。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他们认为是叫做智慧。可是什么叫智慧呢？你看他的说法是倾听自然，按自然说实话，然后行动，也就是不伪装啊。像我们现在这样穿衣服都是伪装所以你看他赤身裸体的话，那这样叫做是真实自然所以他非常非常讨厌人的那种各式各样的那种非常技巧的那种活动他不喜欢，要顺其自然这种顺其自然跟我们东方的那个道家的思想就蛮像的，对不对？有一些像，的确有一些非常像的地方。按自然说实话，意思就是说肚子饿了就要说肚子饿你却不要说不怎么饿不要这样讲谎话。然后按自然说实话你若不爽就要说不爽这样
非常的直爽，对不对？然后按自然去行动，如果想睡觉就去行，就去睡觉，不要再勉强自己。他有一套这样的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说法哈。然后再来我们看第二段，谁踏进河流，那里总是流着不同的水。这又很跟东方的佛教又很像，意思是说河流永远在动。那他这个意思哈，把这个河流比喻作人生，比喻作这个世界，比喻作整个这个大自然哦。那我们可以讲说，他有一种世界观，有一种人生观。他的人生观就是一切都在变动了哦。比如说王老师在这个地方，你上个礼拜看到我，这个礼拜看到我又不太一样，对不对？头发又白了几根。上一集你看我有没有这么多白头发？没有，这一集显然头发白的比较快啊、哦、啊，不禁又苍老了许多了。那这个就是在变动，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室有没有在变动？你不要以为没有啊！你看那个窗台越来越旧了，我上个礼拜还拉得蛮顺畅，这个礼拜发现要推就有点困难，因为这个礼拜湿气比较重啊、哦，然后那个一些弯曲度或膨胀等，它又受到大自然的影响，所以它也在变，对不对？它也在变。然后你们屁股下面坐的椅子呢？因为你们上个礼拜的压力，所以又弯曲了一点点，然后逐渐在毁坏当中，所有东西都在怎么样？都在变动当中了。你看，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哦。那从这一点呢，再回归到我们自己呢，我们也是在变动的哈、哦。所以你看，他自我的同一，一方面是恒常不变，另一方面却是不断从他者地变而来，又地变为他者哈、哦。那这个话也很好理解啦。他也看到，就是说，哎，我们不断的吃别的东西啊，对，像你现在喝的饮料啊，那是他者，对不对？可这个他者喝下去就变成你的一部分了，所以你其实是怎么样，不断的从他者地变而来的，对不对？你的营养分都是从那里来的，对不对？然后呢，又不断的地变为他者，你每天都要排泄吧，要吧？那过去的话没有化粪池啊，他们都在大自然里头解决啊、哦、然后排泄出去的东西呢，去浇灌了花，浇灌了树，然后排出去的东西呢，去浇灌了青菜，然后青菜或者什么要被长成草之类的，又被别的动物又吃掉等，哎，你又发现又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他说，一方面哈、哦、你觉得你自己是恒常不变的，可是实际上呢，我们是不断的从他者地变而来，又地变为他者。你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啊，你们现在的观念呢，也许是啊，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我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想法，对不对？包括我现在五十几岁的，我可能也会讲说，哎，我现在有什么什么样的想法。可是这样的想法会不会一成不变？不会了，不会了哦。你可能会发现说，哎，我去年他讲同样的东西，发现哎，怎么有个东西我没有注意到，我今年就稍微再变更了一下，对不对？说不定我去年讲的我觉得对了，我今年发现说，我觉得去年讲的不对。应该要做一点更正，那我就在地变啊，对不对？所以你的思想也不断在地变啊，会不会有一天呢，你会发现说啊，你不再是你了，你跟过去都完全不一样了，有可能哦。啊，譬如说如果有在座有基督徒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受洗以后跟受洗之前有没有差很多？有，人生的巨变。那不要说受洗，我们说剃度出家好了，剃度出家跟没出家之前有没有差很多？有，也差很多。那我们说四招会好了，那个上电视挑战科比之前跟没有挑战科比之前有没有差很多？有啊，也差蛮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不断在地变了、啊、哦，然后我们也发现说，哎，你们来上王老师的课有没有被王老师的思想影响？加加减减啦、啊、你问问他就知道了，对不对？给减啦、啊、对不对？加减嘛，影响的多或寡。如果一个人有办法影响你很深的话，那你就会几乎是全然抛弃自己去跟随他，对不对？我还没那个本领呢，那我们来看这些思想家呢，哎，他有这个本领。譬如说，很多学佛的人是抛弃了自己过去的想法，全部去跟佛学了，对不对？全部去跟佛学，那他整个就地变为原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对不对？地变为他者，啊，地变为他者。然后呢，自己又从他者地变而来，别人的思想要变成你自己的思想，然后在那个地方是怎么样，在不断的在成长地变的过程当中，好了，思想上面、精神上面跟肉体上面几乎完全一样了，你都是不断在地变的，好，这是就是他的一个说法。再来，看下面这段路，这个人很擅长思考啊，他就不断观察，他会发现说，哎，相反的东西哈、哦，事实上常常是怎么样，互相过度啊。
自我跟他者其实是相反的，可是互相会怎么样过度，对不对？自我变成他者，他者变成自我，互相在那边变动。然后他就发现说，哎，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其实是同一条路，对不对？你们上学的路跟放学的路是同一条路吧？王老师开车来淡江上课的路跟开回去，上课完开回家的路是不是同一条路？基本上是了，除非你故意安排不一样的路，不然的话其实基本上是了。你从宿舍走来上课的路跟走回去的路是不是同一条路？几乎大部分也都是同一条路、哦、如果是同一个地点的话，几乎是同样一个方向，这样、哦、同一个这个两点之间又折返，对不对？那上坡下坡就更清楚了。你如果去走爬观音山，除非你从另外一边下去，对不对？如果它只有一条路上去，那你下来是不是要循原路下来？常常嘛，对不对？所以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其实是同一条路，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把这个比喻一下，它其实隐含了一些含义啊，就是说，成长的路就是死亡的路啊，这样讲有没有问题？成长的路就是迈向死亡的路，有没有？有。这样讲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那只是身体上的，不代表心灵上的。心灵上也是啊，你不要以为不是哦。为什么？我们也在渐渐，哇，越老了不是就越来越想不起来了吗？啊，该越来越失智了吗？所以成长到一定的高峰了以后，就开始逐渐记忆力越来越差，思考力越来越差，然后就越来越走向死亡了，不是一样吗？啊，你不要以为不一样啊！啊，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句话：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其实同一条路。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这句话，那我们如果你们各位觉得有道理的话，那我们来问一问，这句话有没有问题？这堂你应该没上过，上坡的路等于下坡的路。同一条河那是一部分，那是后面要讲。上坡的路其实就是下坡的路，这样讲有没有问题？我们知道它在指什么，对不对？你上克难坡跟下克难坡是不是同一条克难坡？是嘛？对不对？可是这样讲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人能够从里头找到问题？哦，我先不说。那等一下我再说，哲学家，另外一个当代的哲学家从这里找到了问题，厉害了，维根斯坦。我先卖个关子，大家想想看，这句话就想这句话就好。我们知道他讲什么，对不对？克难坡从克难坡上面爬上来，跟从克难坡上面走下去，其实是同一个克难坡嘛，对不对？可是这样讲有没有问题？啊？上坡比较累，那是你累又不是坡累。那跨过的克难坡已经不是刚刚的克难坡了，因为跟克难坡跟水一样都已经变动了。哦，你要讲到那样子啊、哦，所以照他的讲法，走上克难坡的时候，那个克难坡就已经不是原来的克难坡。然后，所以走上去的克难坡跟走下来的克难坡应该不是同一个克难坡，这样讲也可以了。哦，你就用他的矛打他的盾，对不对？啊，这样讲也可以。你用他的上面的这句话打他这下面这句话嘛。如果他要修正一下，上坡的路就是下坡的路，又不是下坡的路，这样你满意了吗？他会说啊，好孩子，你学得真好，来当我克拉克里图斯的徒弟啊、哦！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既是同一条，又不是同一条，我只是讲一半而已。多亏你把另外一半讲出来，既是同一条，又不是同一条啊、哦！谢谢你帮他补足了，因为那一部分可能断掉了，断简嘛。哦，你帮他补足了残篇呢、啊。好啦，纵使是这样啦，这样讲有没有问题？或者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来看看这个二十世纪哈、哦，非常伟大的一位语言哲学的大师啊、哦，叫做维根斯坦。
哦，我们将来讲维克斯坦的时候就会讲到哦，他在你们这个年纪哦，就已经很不屑这些东西，哦，他说啊，那些都骗人的，所有的哲学问题都不是哲学问题，都只不过是语言问题。我们来看看他怎么从语言的角度哦来去分析这样的讲法是会有问题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19世纪的时候哦，有一位德国的数学家哦，叫做弗雷格。弗雷格呢，他是从数学的思考，他发现有问题。哦，我们随便弄一个三角形，然后从这个垂直的一边到它的这个角哦，这个是垂直的话，假如这个是 C， 然后呢，这个是这里画一条线，这个垂直的话，这个是 B， 然后这里再画另外一条线，哦，这个叫做 A， 这条线叫做 A 的话。我们来看看啊，这一点我们把它叫做 X 啊， A 与 B 的交点等于 X， 对不对？ B 与 C 的交点也等于 X， 对不对？然后再来 A 与 C的焦点也等于 X， 对不对？所以当我讲 A 与 B 的焦点这句话，跟我讲 A、B 与 C 的焦点这句话，跟我讲 A 与 C 的焦点这句话，所有的这三句话通通都指涉某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等于 X， 把它用代号指涉到 X， 对不对？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哦，当我讲 A 与 B 的焦点，我的语义我的 meaning， 我讲这句话的语义 meaning 等不等同于我讲 B 与 C 的焦点，等不等同？当我讲 A 与 B 的焦点，我是指A 跟 B， 我画起来交在这一点。当我讲 B 跟 C 的焦点，是指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的焦点。两句话的语义能不能完全等同？不完全等同哦。语义，你从语义上面来考察的话，这个彼此之间不能够说它是相等的啦，不能啦。哦，譬如说王志明老师是淡江大学的教授，好，也是某某人的老公。某某人的老公跟淡江大学的教授这两个语义一不一样？不一样嘛，他要表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内容，对不对？可是他这两句话都是同时指涉同一个对象，叫就是这一个站在你们前面的这一个，也是这个教室的老师，对不对？可是每一个语句里头表达的语义其实一不一样，都不一样的啊，哦，所以这里就要小心了。他说这里头表达的语义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虽然通通叫做克难坡，单独你讲一个啊克难坡，我们现在譬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讲克难坡，你有没有想到上坡？有没有想到下坡？没有啊。就是那条路啊，那条坡嘛，对不对？一个很客观的指涉嘛。可是当我讲上克难坡跟下克难坡这两个语义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哦。就像你刚刚讲的，上坡比较累，下坡比较怎么样？不那么累，那也不一定了。老先生下坡会比较累，上坡反而不累，为什么？下坡膝关节承受的压力比较大，他的观点可能就跟你不一样。所以对每个人来讲，上坡下坡语义不一样，不一样哦。上克难坡跟下克难坡语义是不一样的，来上学跟放学去语义也是不一样啊。上学好辛苦哦，尤其是一大早要上学，对不对？放学呢好累哦，终于要回家了，心情放松了。他所指涉的那种内涵跟语义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哦。所以呢，
这个 Frege 哈 ，Frege 这个人，这个数学家，他就区分了一个语句所指涉的对象叫做 reference 啊，还有一个语句他自己本身的 meaning 啊，就是一个命题啦。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他所指涉的对象，跟这个命题本身他所内涵的语义。好，他把它区分开来。那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看，你讲说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其实是同一条路。语义上面哈，如果你是指 reference 指涉相同一个对象的话，那是 OK 的。可是你如果指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它的所谓的 meaning， 哇，那你就不能把它当作是等同的。好，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哎，这里有问题了，对不对？啊，下面这句更有问题。圆周的起点就是终点。你画一个圆的时候，起点啊，画完不就是终点吗？啊，那你们跑操场有没有？我们淡江那个运动场，起点就是终点吧？对呀、啊，跑一圈了、啊，起点是不是就是终点？是啊。我们那个一圈是多少公尺？四百还是多少？四百公尺。假如你跑四百公尺的话，我们用四百公尺来计算的话，四百公尺跑一圈，你的起点就是你的终点，对不对？所以圆周的起点就是终点，有没有道理？有道理。那你同样的用维根斯坦的那个。紫色跟它的语义来区分有没有问题？那要怎么讲？你怎么反驳？可不可以这样讲？圆周的起点就是终点，看你要表达什么层面嘛。你如果要指那一点，那一个点，那个 point， 也就是那个紫色的对象的话，那个 x 的话，的确啦，起点就是终点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讲一个圆周的起点跟一个圆周的终点语义一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啊？我是要问你哪里不一样啊？就像我如果今天是跑操场的比赛，我不能在原地就说我已经到达了。所以两者应该不相同，对不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可是到底究竟哪里不同？你点出了它的确是有不同，可是你并没有指出它哪里有不同，哪里不同？有没有试试看来？起点的话就是什么都没有，终点是你从起点照过去，照中间发生有一个过程，讲得好。哦，两位等一下都请来写个加号，点名簿上面前面写个加号，知道吧？这样的回答是很好，可是你刚刚那个回答就不足，他帮你补充了一些足够的。你们两个要不要抽一组？是不是在同一组？那好，你讲一个圆周的起点跟讲圆周的终点 ，meaning 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知道吧？哦，好，你把这个再引申上去。如果生存，如果出生那一刻是从 nothing 变成 something 嘛，对不对？而死亡呢，是从 something 变成 nothing 嘛？可是出生跟死亡能不能把它当作同一回事？一样的哈、哦，用刚刚的那个想法，圆周的起点那叫出生，圆周的终点，那我们把圆周改一下，人生的起点叫出生嘛，人生的终点叫死亡嘛，对不对？啊，人生可不可以这样讲？人生的起点就是人生的终点。听起来有道理又没道理，对不对？哪里没道理？你要不要再试试看？假如我讲说人生的起点就是人生的终点，人生的起点就是天地赋予我形状，然后人生的终点就是天地把我的形状拿走，富贵于天地。哎，这个跟道家很像，对不对？一个反复哈，也很像，就有类似的。然后这跟庄子也很像，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玩弄术语，玩弄概念的游戏，哲学家很喜欢在这里玩弄。可是这个玩弄有没有意义？有，后面有它一定的意义哈。
好了，我们先看，我们这里把它带进去，人生的起点就是人生的终点。好，你怎么反驳他？有没有同学要试试看？我们开放给其他同学试试看。刚刚那个同学讲，圆周的起点不等于圆周的终点，因为中间其实是有个过程，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讲人生的起点跟人生的终点呢？我不知道你们哦，像我最近很喜欢看什么片，你知道吗？我最近很喜欢看那种80几台啊，宗教台。随便，我都随便转，然后看那些和尚，看那些尼姑，或者是看那些牧师、那些传道在那里胡说八道，然后我就很喜欢看说，拜托，怎么有人看得下去？怎么会有人看得下去？哦，那我们来训练一下，以后就不要看那种东西，听王老师讲课比较好。来，人生的起点就是人生的终点，你怎么反驳？听起来好像很有玄奥的道理，好像在传教，好像大师在开示一样。我称那些都叫，哇，屁话，这些都叫屁话，因为经不起哲学家一批啦。人生的起点，你其实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你会发生什么都还不知道。可是人生的终点呢，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每一个人发生的都不一样。哦，你不能说在我生命的终点跟你生命的终点是同样的，那样讲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你生命的终点跟我生命的终点是不一样啊。因为你假如你要讲说你生命的终点跟我生命的终点都是一样的话，那郑杰这样砰一声被判死刑，他也是归于 nothing。 然后我在这里呢，这个怎么样，快快乐乐的回到上帝的怀抱，哦，主啊，我来了，那也跟那个郑杰一样啊。不会吧，不会有人这样讲吧，对不对？如果要那样讲的话，那作奸犯科，不管你干什么，反正终点都一样，是不是这样？就变成那样的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思想啊，哦！所以这样的讲法有它的利弊，也有它的什么呀？有它的利，也有它的弊了啊。好处是说，你就把出生跟死亡都看得一样，是值得高兴的事啊。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出生很高兴，对不对？啊，死亡呢，啊，哭得要死。啊，他就在告诉你说啊，生跟死都赶快了，都要微笑，哦，都要怎么样，一样高兴的接受。他是在阐述这样的想法，可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的弊端。他的弊端就是说，哎，被判死刑的人，哦，那个什么，被判死刑的人跟怎么样善有善终的人，哎，你这个两者的死亡，你都把它当作同一回事，那问题就大了。啊，问题就大，所以这样的思想本身其实还是有一些毒素在里头。那我们接下来看，醒跟睡是同一回事。你们每天都要睡嘛，对不对？每天都要醒嘛。那清醒跟睡着是不是同一件事啊？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反的事嘛。醒着当然是什么都看得见啊，睡着什么都看不见，对不对？所以清醒跟睡着怎么会是同一回事呢？应该是怎么样，不同的事嘛。他就故意的把那种互相矛盾的两边，故意把它说成是同一件事情，啊，也许你觉得没道理，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醒着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看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 keep 住，放在这个脑海里头。睡觉呢，是把这些东西全忘光吗？没有，睡觉是让这些东西在脑海里头自动整理。睡眠的一个很重大的功能就是白天学过的东西它会怎么样自动整理，所以其实某些方面来说的确是同一回事，其实都是在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们千万记得哦，考试的时候不要熬夜，知道吧？那个学习效果很差哦。那最难懂的东西哦，那个搞明天一定要记住的东西哦，睡觉前看最有效，因为你会把它记住。靠什么记住？靠睡眠来记住。哇，这个是蛮奇怪的哈。那我们的生命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再来，他说老跟幼又是同一回事啊。现在的失忆症也告诉我们说，的确是这样啊。你看那很多老人家都还老还童了，对不对？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的阿嬷、你们的阿公哈，开始回到他的13岁、18岁，有没有？就越活越回去了啊，因为失忆症的关系了。或老人痴呆症的一个关系，就越活越回去了，然后最终，
到不能走路的时候跟 baby 一样啊，所有的吃喝拉屎都要人照顾，有没有？一样嘛。所以出生的婴儿跟将死的老人，那么赶快，哦，赶快。然后呢，一方转变为另一方，另一方又转变回来到这一方。好，这个就是苏格这个赫拉克利图斯的一个思想。他故意把那种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认为完全是怎么样互相矛盾的东西呢？他刻意去把它讲成说，这个矛盾的东西其实是一致的，是一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好，这个是他的一个贡献了。不过我们讲说，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有一些问题在。可是这样的想法哈，间接促成了我们讲说后代的叫做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某一方面其实是跟这个有关。那包括像那个怎么样，像我们之前讲那个存在主义，其实也跟这个相关。因为存在主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生命哦，其实你要看它的恒常不变性，必须要在哪里看，在它的变动性上面看。我们的存在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存在就是在那个不断的变动、不断的怎么样呈现它自己的过程当中去发现自我，那个才是真真实实的存在。所以这里头有某种所谓的那种存在主义、那种形上学的那种想法富含在这里头。所以你看，它一直在影响，它一直在影响，只是它用一些比较过去的那种比喻的方式，不是一种思路辩证的一种所谓的论述式的那一种怎么样方式了啊。好，这些都是叫做断简残篇。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他的这个最有名的一篇哦。那这一篇呢，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哈，老师是把它用颜色区分出来。那有些部分我加了一个刮胡，为什么加刮胡呢？古代的那种断简残篇哈，一再的转述哈，总是会加上很多后人的意见啊。我们现在叫做 comment， 对不对？我们就加注了、评注了，那些评注有时候就变正文了，哦，然后就变得很奇怪，就变得好像也是原来这个作者的，哦，其实有时候，哦，以语义上我们讲话上面来看，一般大概不会是这样子，哦，啊，因为流传的关系，总会加上非常多的人的怎么样评注。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篇，看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哦，他说，对于同一条河来说，人们进入了另外的河流，哇，这故意讲的相反，对不对？因为另外他这里是有论述的，他有讲原因，他说因为另外的水流在流淌，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不能按固定的状态两次接触变灭的实体，因为它是以剧烈迅速的方式在变化的。所以呢，他说河水散开又聚拢，然后连右呢，哎呦，下后面又刮胡讲一个，或者不是右，也不是在后，这个更应该是同时，就是说这里是可能是我猜测是有人在后来做一个思考，认为说，你这个河水散开然后又聚拢，这个然后就有一个所谓的前后关系，对不对？那你前跟后这样区分呢，恐怕也不对，恐怕不是前后，应该说它就是同时。因为当你讲某个东西散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叫聚拢，所以散开跟聚拢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对不对？你就某一些东西来讲，比如说啦，就我们现在在上课来讲，我们是叫聚拢嘛，对不对？可是就你的家庭来讲，那叫散开，全家人都散开了，各往各自的上学的场所、上班的场所去了，对不对？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叫聚拢；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聚拢同时就是散开了。对，然后等一下下课呢，就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是叫做散开下课了，对不对？就回家的路上来讲，对你们家人来讲，就是大家又聚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又有另外一个想法，聚就是散，散就是聚，哦，哇，这个又好像又引到另外一层次哈，哦。好，他说呢，继续的讲，汇合又流走，接近又分离，哦，就故意了哈，哦，又把这个又哈，哦，撇开这个一前一后的关系，而是讲同时。你既可以讲接近，又可以讲分离，哦，然后你既可以讲汇合，也可以讲流走；你既可以讲散开，也可以讲怎么样聚拢；你可以既可以讲生成，也可以讲毁灭。我们现在都在生成，对不对？哇，你毁灭了一瓶饮料，你把它毁了，可是你身上的某一部分生成了，对不对？
所以生成就是毁灭，毁灭就是生成，赞不赞同？赞同。好，那你的毁灭呢？你的毁灭就是那些区区的开始。当你毁灭的时候，你知道腐肉吗？哦，肉放在大自然里头，就慢慢就会长蛆嘛，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肉腐朽毁坏就是蛆居生长，所以生长就是毁坏，毁坏就是生长，看你要从什么面向去看，对不对？哎，好像也有道理哦，好像也有道理，哎，有道理哦，所以看开一点，死亡就是出生的开始，哦。然后呢，出生也就是死亡的开始，某些东西的死亡，哦，你们要生存，然后你就要去杀死那些怎么样，猪啊、牛啊、鸡啊，就是他们的死亡。所以呢，哎，你的生存又代表某种死亡，啊，所以死亡生存，哎，其实它是怎么样，同一个面向。好，这个就是他这里真正要讲的一个意思了，哦。然后呢，他根据这个又讲啊，慢慢又讲到另外一回事，他说。我们踏入又不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哦，这个又更困难了，哦。当我们讲说我们踏入又不踏入同一条河流，哦，譬如说今天的淡水河我踏入了，然后呢昨天的淡水河我也踏入了，然后昨天的淡水河跟今天的淡水河不是同一条河，这是他这里的讲话，所以他的呢踏入同一条河流，可是呢他又讲说我又不是踏入同一条河流，看你要从什么角度讲，对不对？然后好，同样的，我既可以讲我们大家现在都存在在这里，我们大家也同时都不存在在这里，看要从什么角度讲，啊，这个我等一下会分析了，我们先来看看前半段好，因为后半段比较难，因为这里有一个跳跃，我们先看看前半段好，我们踏入又不踏入同一条河流，对于同一条河流来说，人们进入了另外一条河流嘛，所以我们怎么样？这个不是踏入同一条河流嘛？它最主要要让后面这个也成立嘛，对不对？我们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个大家都能都懂了。我今天去玩的淡水河跟，譬如说我们这样讲，你今天来上课的 H106 教室，是不是上个礼拜你踏入的 H106 教室？是同一个教室嘛？对不对？同一间嘛？不然你每个礼拜都在不同的地方上课啊？是同一个地方上课嘛，对不对？这个我们是一般人的理解，可是他这里要告诉你说，哎，不是哦，同一间教室，什么叫一间教室？一间教室有什么组成？地板、天花板，然后再说，你看上次那个灯泡好了，这个灯泡属不属于这个教室的一部分？上次不是换灯泡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灯泡又用了几十个小时了，又开始衰老了，对不对？然后呢，窗户我刚王老师讲说今这个礼拜比较难推了，对不对？然后呢，椅子呢有些坏掉了，已经淘汰换新了，对不对？然后麦克风呢，你不知道有没有换过，哎，都不一样。然后再说，我们现在呼吸到的空气跟上个礼拜的空气一样吗？也不一样哎，对不对？在这里气流来来去去的，哎，那再讲大一点好了。你觉得 H106 教室在整个太阳系的位置跟在上个礼拜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位置吗？不是嘛，对不对？哇，你看位置不同，然后呢很多东西都有一些衰变，那请问它还是上个礼拜那一间 H106 吗？好像又不是，对不对？所以你看同样的道理，我们踏入又不踏入同一间教室，有没有道理？反驳啊！如果有人跟你讲，王老师这样跟你们讲，同学，我告诉你们哦，我们大家都踏入又不是踏入同一间 H106 教室，我刚刚的解释已经解释过一遍了，对不对？因为如果有人问你说，哎，你在哪里上课啊？ H106 啊，同一间教室啊，没有换教室啊，同一间啊，对不对？你会这样讲，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经过我上刚刚的这个解释，宇宙之间的位置跟上个礼拜不一样，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在衰变，连空气也不是上个礼拜的空气了，对不对？然后连讲者王老师呢，头发也多白了几根，然后呢，你呢不知道已经吃喝拉屎已经排泄过多少次，跟上个礼拜也不太一样。那所有的成分都通通都跟上个礼拜
不完全等同呢，你怎么还可以讲这间教室是同一间 H106 啊？这一家很无聊，对不对？这个也要讲那么多，这就是思想游戏啦，思考的游戏。我们正常人不会没有办法思考到这么多，没有办法思考到这么长远。可是早在2000多年前，这些思想家就已经想到这么多嘞，是蛮厉害的。他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知道吧？他的思想上是有一定的贡献，才会导致后面的人会发现说，哎，这样的想法其实哈，用到非常多的层面上面去，会影响很多的思考的模式。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上个礼拜的 H106 不等于这个礼拜的 H106， 因为空气不一样，因为窗帘有点坏掉，因为椅子换过了，空气也换过了，理由是这样。那请问上个礼拜的 H106 不等于这个礼拜的 H106 了吗？有没有人要试试看？等于或也不等于，等于的话是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改变，可是不等于的话是从微观的方向去看，说看不到，可是我们想得到，所以才不等于。啊，等于的是我们觉得，因为这个环境没有特别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你自己随便想想都知道空气不一样啊。你说很没有很大的改变吗？啊，如果现在被一颗炸弹进来给炸了，你说改变大不大？就很大，看不见吗？也看得见吗？可是 H106 教室还是不是 H106 教室？被炸掉以后的 H106 教室跟没被炸掉以前的 H106 教室是不是同一间教室？因为对于整个淡江来讲 ，H106 教室是大家所认知在这个地方。讲到重点了，哎，然后呢，就是何谓 H106 教室啦？啊，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叫做 H106？ 它一定是指就整个淡江来讲，它相对的位置。在什么什么方向，对不对？然后为什么 H106 不会是 H105？ 为什么 H106 不会是 H118？ 因为只是编号不一样嘛，编号可以换哦。门牌不一样。门牌也可以换哦。我可以把它对调哦。对调以后，它就不是原来那间教室了吗？是啊。所以我们所谓的市是指什么意思？是指在整个淡江里头某一间教室，是指某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指它在淡江大学的相对的那个空间在哪里，不是指相对于太阳的位置，太阳系的位置，我们不会扯那么远，我们是指相对于整体淡江的所有的那些教室来讲， H106 在哪里，这才是重点，对不对？这就是你刚刚讲的意思啊。跟空气有没有关？这里的空气飘到 H105 之后， H105 就叫 H106 了吗？没有嘛，无关嘛，排除了嘛，对不对？哦，然后你们大家等一下，哎，大家等一下移动一下，换到105上课，那105就会变 H106 了吗？也不会啊。对不对？所以 H106 恒等于 H106， 不是因为桌子换过，不是因为窗帘老旧换过，也不是因为电灯泡换过，也不是因为空气换过，也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每一个的人换来换去的，不会啊，跟这些都无关。那 H106 跟什么有关？就是他刚刚讲的，再多加一个加号，知道吧？它只跟所有的淡江的教室里头这个编号紫色的位置在哪里，这才是重点。这样听懂没有？这才是重点，哦，
而这个关系位置永远不会变。所以今天的淡水河是不是昨天的淡水河？位置有变吗？有没有变？没有变嘛，水变来变去的无所谓嘛，河道的位置不变就好了。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把淡水河那个位置改变一下，到那个上游的景美溪好了，景美溪跟基隆河，啊、不要讲景美溪了，淡水河是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从哪里开始？淡水河的河口我们知道在这里嘛，终点在哪里？淡水河的终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哎、欸，啊，在哪里？没有啦，那叫出海口。我们淡水河的河口，那淡水河的终点呢？或者我们讲说淡水河的起点也可以啦，你要把终点换过来变起点啊。淡水河起点在哪里？新店、景美、社子岛，我也不知道哎、欸，在哪里啊 ？Google Map 查一下淡水河流域。你会发现基隆河属不属于淡水河的流域？属不属于？属于啊，对不对？啊，基隆河的河水会不会流进淡水河？会。然后它流进淡水河以后，就叫淡水河河水嘛。然后那一批水在基隆河的那个流域里头，就叫基隆河河水嘛，对不对？这样讲没问题。那基隆河的河水等于淡水河的河水吗？不对啊，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讲基隆河的河水跟讲淡水河的河水，虽然紫色的是同一批 X， 可是重要的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要讲它的语义了。同一批水在基隆河就叫淡水河河水，就叫基隆河河水。同一批水到了怎么样？淡水河的时候，它只能叫做淡水河河水，它不能再叫做基隆河河水，对不对？我这样讲没问题，没问题嘛哈。刚刚你喝下去那一杯水，那是果汁哎，它现在在你胃里，我还看得见。请问，现在是你的胃液还是叫果汁？如果是果汁的话，我们从这个外面插一根管进去，应该还可以吸嘛哈。同样的吗？都是果汁吗？如果有人喝了一个果汁，然后再吐出来，他想，耶，跟刚刚一样啊，一样的果汁啊，没有变啊，同一批果汁啊，你还敢不敢喝？好恶心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不一样了嘛，因为不一样了嘛，某人碰过的嘛。你们不相信？不相信？你那个笔借我一下，来，随便一根笔。王老师帮你带去给那个郑杰。那个现在在哪里？哪个监狱？台北看守所，去给郑杰这样使用一下，然后再拿回来还你。请问他是不是同一根笔？还是你还敢用？真的、哦，你们还敢用哦？对啊，他不休息，而且那如果拿一把刀子去给他加持一下，那他还是同就是普通刀子吗？郑杰拿过的也还是普通刀子吗？是不是？那很奇怪哎。假如郑杰拿过的刀子，你们仍然说啊，那个凶刀好啊，既然他已经判死刑了，洗一洗还可以切菜啊，继续用啊，对不对？干嘛那么在乎那把刀谁用过呢？你们真的不在乎吗？我告诉你啦，你不要骗人了啦。师父身上戴的项链。拿下来就可以卖30万，然后呢，拿到那个珠宝店去鉴价呢，3000块不到。师傅加持过的比较值钱，知道吗？王老师这个眼睛要不要？拍卖价6万起跳，啊？只因为我还没成名呢。我如果是爱因斯坦的话，这个眼镜30万便宜你了。我告诉你，这100万都有人要。所以我们人类奇不奇怪？啊，蛮奇怪的，所以哈、哦，知道吧？那个什么书本哈、哦，啊，就拿去给柯文哲签个名，柯比签个名，哇，马上那一本书价值不菲。然后呢，或者是这本书啊，给达赖马拉妈妈加持一下，讲几句话，为这个书祈祷一下，哇，马上现值又
增值了多少。他书包呢也是一样啊，拿去给某某这个女明星背一下，回来说林志玲背过的包包，我身价都不凡，知道吧？我们在这里都是自欺欺人嘛，不是吗？哦，都在自欺欺人嘛。哦，好了，所以原来的那个包包还是不是原来的包包？原来的那个凶器还是不是原来的凶器？原来的那个项链还是不是原来的项链？它真的有变了什么吗？到底有没有啦？哦，哎，这个值得我们思考了，哦，值得我们思考。我们既背同一个包包，又不是背同一个包包；我们踏入同一间教室，又不是踏入同一间教室；我们踏入同一条河流，又不是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以为他的思想很简单，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了，在这里的确是啊，我们刚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对不对？好，我们下课休息一下啊。要说，哎，竟然可以引申出这么多的含义出来啊，所以蛮有趣的哈，听起来蛮无聊的，可是你认真想一想，哎，其实里头有蛮多有趣的东西，你可以去引申了。啊，就像我刚刚讲，郑杰用过的刀，师傅戴过的项链，然后林志玲背过的包 ，so what？ 哦，还不都一样吗？好啊，这个是啊，就是说看我们人类看得破看不破了，看不破的就有非常多的执着了啊。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地方啊。好，问题来了啦。我们讲淡水河是不是指淡水河里头在流的水流？不是嘛？那什么叫淡水河？我刚讲过了，基隆河的河水，同一批河水流到淡水河的以后，我们只能把它叫做淡水河河水，对不对？所以不是那个水是不是同一批水的问题啊。照理说，如果是同一批水的话，它不论流到哪里，应该命名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却发现，在基隆河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基隆河河水。到了淡水河的时候呢，我们却又把它改名字叫做淡水河河水，可见它的语义是不同的。意思就是说，同一批水，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内涵语义，对我们来讲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就不一样了。那对有宗教信仰的人来也一样啊。同样那个3000块在那个珠宝店里头卖的，对不对？昨天同样都是3000块买的，然后呢，其中一个是达赖喇嘛加持过的，哇，身价非凡呢，10万不卖，对不对？10万我都不卖，意义不一样呢。对那个有信仰的人来讲，哦，师父加持过，那里头有法力，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法力测得出来吗？测不出来，可是意义不一样。不一样，真的就不一样。啊，林志玲背过的包包拿到二手店里头，你认为它是会折价还是会涨价？你如果哪个叫做二手专卖店挂一个林志玲用过的包，你觉得它会比原来放在那个叫做什么？叫做那个什么？最初的那个专卖店来讲？你觉得它是用专卖店的价格，还是比专卖店的价格还要贵一倍？你觉得会是哪一个？明明是二手货，备用过的，我看是更贵，对不对？我看是更贵，而且我看你们这些臭男生会去抢。不要讲是林志玲了，你们现在偶像是谁？现在最夯的偶像，随便讲一个。演那个陈妍希。演那个那一些年我们共同追过的女孩，那个太老了吧，那个太老了。你们现在呢？桂纶镁好了，桂纶镁是我们淡江的美女出身的，对不对啊？桂纶镁好了，桂纶镁坐过的椅子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呢，你们还不赶快来坐？哎，这上面好像有桂纶镁写的字哦，研究一下，后面有，搞不好是桂纶镁留下的痕迹。之前呢，我赶快把它搬回去，好啦。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了，很多东西其实是看它的语义是什么。所以维根斯坦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怎么样警醒，就是发现说，哎，其实我们讲话
更重要的是它的语义了。这句话到底要表明什么？淡水河这个概念到底要表明什么？它不是在表明那个河水，就跟 H104 一样，它不是在表明说这里头来来去去的人啊，或者是那个灯泡了，或者是这里流动的空气了，不是了，它要表明的不是那样的东西了。所以对一条淡水河来讲，最重要的是它在整个台湾的河流系统里头它的相对的位置。像刚刚下课的时候有个同学来问我说，哎，老师，今天冲击的那个河道跟昨天的河道会不会稍微有点改变？会啊，每天形状都有在改变。你没看王老师这个礼拜的形状跟上个礼拜的形状有没有改变？有啊，更瘦或更肥，对不对？你有没有比上个礼拜稍微胖一点点？有可能。有没有比上个礼拜稍微瘦一点点？有可能啊。比如说上个礼拜我还没有这三条线，有没有挤出来？我要挤出三条线不容易，知道吧？哈，好了，上个礼拜还没有这三条线，这个礼拜变出有三条线出来了，哇，还是不是我？王志明老师还是不是王志明老师？还是嘛？所以重点不在于那个形状的改变嘛，对不对？重点不在于那个河道形状的改变嘛，重点是在它的相对位置，在宇宙当中，或者是在这个怎么样台湾的河流水流域当中，它到底代表的是指向哪一个？如果王志明老师是 somebody 的话， somebody 的话，我告诉你，王志明这三个字就很重要了。譬如说台湾只有一个科批吧，谁说的？科批好几个，台大我认识一个台大社会系的这个主任，他也姓科啊，他也是 professor 啊，那不就是也是科批吗？说不定他们办公室里头很多人说，哎，科批来了，科批来了，对不对？都是这样子昵称他科批，搞不好。可是那个科批跟那个真正的我们大家 common sense 里头那个科批是不是同一个科批？就不会是啦，不会是啦。哦，所以我们在网络上称科批，或者在课堂上讲科批，一定是特别的指向某一个人，那个人叫做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啊，我那个朋友哦，台大社会系主任哦，他只差一个字，他叫柯志哲，他不叫柯文哲，他柯志哲，两个是不是兄弟？不是哈、哦。好了，那我们这里就要注意了。所以这里赫拉克利图是犯了一个错误，他利用水流的不同，然后就说我们两次不是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个会有问题，这个会有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今天这里 H104 的怎么样？空气不一样了，我们就说，哎，我们今天是踏入不同的 H104 教室，这样说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对不对？甚至我们倒过来想，我们不能说，我刚刚在那个淡水河的上游基隆河，我在那里划船的时候，船下面是同一批水嘛，同一批水把我带到淡水河，所以我一点都没有动，因为我还在原来的河水上面，能这样讲吗？不能嘛，不能嘛，对不对？所以这里头这种语义，所谓的叫做我往下游流动，这里头所要表达的语义究竟是什么？是指我这艘船跟周遭的环境之间的某个相对的位置做了一种改变，知道吧？所以这里头表达的语义主要是在表达这个，所以你不能说今天的淡水河跟昨天的淡水河河水不一样，所以今天的淡水河就不是昨天的淡水河，你不能这样讲，这样讲没有道理的，哦，没有道理的，哦，你不能说我今天身上的那个怎么样，那个营养组织成分跟昨天我身上的营养组织的成分不一样，所以今天的我就不是昨天的我，不能。对，你也不能讲说，哎，我今天的思想跟上个礼拜已经都不一样了哦，所以我已经不是上个礼拜的我。那样讲恐怕也会有问题啊。人家会说，那你还是你啊，你还是你啊。哦，好，这个地方所以特别要注意，是可以反驳了。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句，我们存在又不存在，这是什么意思？上个礼拜的你还存不存在？存在。上个礼拜的你还存在在今天吗？还存在哦。
在哪里？这是我吗？就是你啊。那上个礼拜你有没有掉一些皮肤？有吧。有吧。然后有没有拉出一些东西？这礼拜累积起来蛮可观的，那些都是你吧？好，所以你说上个礼拜的你在哪里？我要到粪坑里头去找，还是到你的房间里头去找，还是在你现在的身上找？所以上个礼拜的你有一部分不见了嘛，对不对？至少有部分不见了嘛。然后这个礼拜的你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部分吧，新长出来的肉，新添加了思想。自从上了王老师的课以后，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了。好厉害啊！好，我们来看。所以上个礼拜的我只存在在上个礼拜，完完整整的那个上个礼拜的我只完完整整的存在在上个礼拜，对不对？然后呢，上个礼拜的我某一个部分在这个礼拜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完完整整的上个礼拜的我其实可以讲说已经不是完完整整的还存在在现在了。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我既存在又不存在，对不对？两岁的你还存不存在？两岁时候的你啊，不存在了，细胞已经从头彻头到尾换过了，对不对？细胞组织都换过了，那你还是你两岁的我吗？同一个我吗？还是不同的我？这蛮奇怪的，都没有办法回答，对不对？你说两岁的我不存在了，那现在在这里的这个是谁？跟你两岁的我不是同一个我吗？是二十岁的我。好啊，那我继续再把它缩短。那十九岁的我跟二十岁的我是同一个我吗？继续再把它缩短。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是同一个你吗？所以这里会产生一个问题，假如我们这样讲，昨天的我存在在昨天，在今天不存在，今天的我存在在今天，明天不存在，以此类推，然后就得出一个，所以我们存在又不存在，这样的推论有没有问题？我们了解它的意思啊，两岁的我跟二十岁的我其实是不同的我，某个层面上面来讲，对不对？不同的我，所以我就可以讲说，两岁的我在两岁的时候存在，在今天不存在，对不对？所以两岁的我既存在又不存在，然后今天的我呢，也是既存在又不存在。为什么？今天的我明天就不存在了，或者二十年以后就不存在了。所以今天的我在今天存在，二十年以后就不存在，所以今天的我呢，既存在又不存在，得到这样的结论。好，这样的推论有没有问题？了解他的意思了哈，他是这样讲出来的啦。今天的我今天存在嘛，二十年以后就不存在了嘛，就像你刚刚讲，两岁的我两岁的时候存在嘛，现在就不存在了。哦，所以两岁的我既存在又不存在。所以今天的我也既存在又不存在，明天的我也一样啊，每天都是既存在又不存在。这就是赫拉克利图斯很厉害的地方，他故意去讲这种非常矛盾的命题，完全违反我们的常识。可是我们现在不问他的语义有没有，我们现在问这样推论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哪里有问题？我觉得有问题，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变动性的，就好比说，老师今天为什么会在这边？他今天所表现出来给我们的样子，是因为他以前的样子而造成他现在的样子。所以如果没有他以前的样子的话，就不会有现在的样子。所以他现在应该是存在在他以前，所以他是一个不断变动性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我存，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说得好。当我们讲我怎么样？可不可以切割得很清清楚楚说，我现在在用我这个字，就是指三个钟头以前到
24小时之后，就是这段时间的我，可不可以这样切割？没办法切割，你要从哪里切割起啊？对不对？你要怎么切割法都没办法切割，那一刀那个界限，那个开始的界限跟终止的界限，你要从哪里切下去？不能切啊，对不对？怎么切都有困难啊，对不对？怎么切都有困难嘛。未来要从哪里开始切下去也都不能啊，所以应该是从出生开始切啊，到死亡，对不对？出生到死亡，你还要再往前推吗？从那个精子跟卵子还没有结合之前，那不算吧？那又不是啊，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火花嘣一声我出来，对不对？那怀胎的时候要不要算？要吧。哦，要从有意识开始算，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哦，这样子哈，那我丧失意识以后，我就不在了吗？对哦，植物人啊，照你这样继续推下去，那 无意识的时候我就不在了。我那个大脑还没长出来的时候，我也还没办法感受我自己啊。到那个判准在哪里啊？所以你是说，意思是说那个才刚蹦，精子跟卵子相撞那一刻，就是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应该要看所有的大众的认知，因为所谓的那时候其他人看不到了，连那个怀胎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真正开始会有感觉，大家都停经，然后开始验尿、验孕，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再来照超音波。啊，看到有那个雏形出来，对不对？啊，如果一开始都还看不到大脑啊，像他说的，还看不到脑部的结构，然后只有一个那个胚胎，那不知道头在哪里，手在哪里，什么都还分不清楚，就像那个蛋黄那样，还有一团混沌。那请问那个时候意识在哪里啊？不存在嘛，对不对？哦，好啊。那小时候的意思跟我长大以后的意思一样吗？真的吗？你小时候的脑袋瓜跟现在脑袋瓜长得一模一样吗？考考你们，一模一样吗？我觉得存在是一种前进的过程。哎，他越来越有思想了。我一次上课不知道给你写几个家，存在自我意识是一个过程，不应该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对不对？你的想法是这样，很好啊，值得参考啊。因为我跟你讲一个事实啊，你们现在的前额叶还在长，你们的这个叫做 frontal cortex， 你们现在20岁吧，对不对？我们人的这个 frontal cortex 一直到20岁才会完全长满。你脑壳虽然外观没有变动，可是你的大脑的内部其实在慢慢的在长。好，再来，你知道你们脑部的意识状态每天都在改变吗？是不是啊？因为每一个脑细胞它都有跟另外10000个细胞沟通信息的能力，然后呢，某些信息沟通了以后呢，彼此之间呢就是1:10000了，然后它可以接受10000条突出来，然后它会单向的传给其中一个突出的，会去跟某一个细胞下达指令，可是它会接受10000个细胞给它的指令，这个蛮好玩的，是一个出去10000个吸收进来，好。
这是我们的那个电线的一个组合啊，这个是我们脑细胞的一个组合。然后你知道这些所谓的叫做轴突神经系统，每天都在跟不同的神经系统做沟通，然后有些沟通慢慢的沟通的蛮好的，然后希望牢牢记住，以后沟通更方便，它就会互相黏着在一起。有些本来是不碰在一起的，到最后就会黏着在一起。黏着在一起呢，它还每天会，譬如说某个单字啊，每天念一次啊，念第一次的时候，不太熟悉。譬如说我那天学了一个单字哈，我其实英文也不好，我有时候常常在写，叫 ducky ducky wall， 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人吃人的社会啦，人吃人的世界啦，我们中文叫做人吃人啊，那他们叫做狗吃狗啊 ，dog eat dog， 念快一点叫做 ducky ducky wall。然后我念第一次的时候，我听第一次的时候听不懂，这什么字 ？ducky ducky wall， 哦，从来没有学过这个英文单字。然后呢，后来经过解释 ，dog eat dog， ducky ducky wall， 念起来蛮顺的。ducky ducky wall， 念起来念第一次的时候不太顺嘛，对不对？念第二次就蛮顺的，念第三次，我现在想都不想，马上就可以出口叫 ducky ducky wall。为什么能够念这么顺？舌头这么溜？你知道要指挥舌头要调动多少脑细胞，指挥我们舌部肌肉的那个怎么样？那种反射啊，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你知道吗？那是非常多组细胞共同合作出来的结果。那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要讲这个大一大个，然后要把它用很快速的叫做 ducky ducky word 的时候，其实念不出来，一开始很生疏，对不对？碰到单字的时候，一开始蛮生疏的。为什么越念会越顺？因为舌头有个惯性的嘛，那个舌头的惯性哪里来？就是我们的脑细胞已经有一组细胞，那个连结非常深。当我们第一个是哒的时候，后面的那个滴哒哦，就全部都跟着出来了，所以就很快了，哒滴哒滴哦。语言的训练就是这样来的啦，所以你要不断的反复的，所以你要训练语言，一定要讲，一定要发音，一定要讲出来，因为舌头动了。舌头的那个脑细胞跟你那个听力的那个脑细胞的那些怎么样，全部都会搭在一起，然后搭的线越多呢，那个交响曲呢，随便一个当当当当，就全部都出来了，全部都调动了，知道吧？哦，所以如果再加上演技的话，那就更好了，所以还要演，哦，所以戏剧的公演要多多的去怎么样，多去参与去表演，好。这些就在告诉我们，脑部的细胞每天结合的状态都在改变，跟着你们的学习，跟着你们的思想，它每天都重新搭线，重新组织。然后有一些呢就忘掉了，像我最痛苦的是，你知道吗？你有可能现在把你初恋情人忘掉吗？有没有初恋情人？有吗？有，还记得他长的样子吗？陈妍希那个样子吗？啊？应该不是了，可是你还记得吧？他长什么样子还记得？你知道王老师最痛苦是什么？初恋情人，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真的？真的？为什么？我好想啊，梦到他，梦不到。想不起。啊？你失忆了？不是失忆，而是他在我脑海里头的那些片段全部都被拆散了。所以他已经不在我的脑细胞里头了。所有的存在好不好？存在啦，我只是照片都丢掉了啦。我知道谁还有那个照片，可是我不敢去要，不好意思要，我怕人家笑了，好不好？我承认啦，胆小啦。我哪天碰到应该跟我好朋友要，我知道他还有他高中时候的照片，他们高中社团嘛，我知道他偷保留了好几张照片。好，我身边所有的照片全部都不见了，因为出国念书搬家，所以国中的时候就暗恋呢，然后还去过他家，牵过他小手，然后还跟他约过会，然后现在竟然想都想不起来，呜呼哀哉，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变动的啦，所以他讲的没错啦，人的意识状态，人生那是一个变动的过程。那是个变动的过程，人生是一个开放性的、无可限量的海底深渊。我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
你看有些东西来来去去在你生命里头出现，然后再也不会出现。有些东西忘得一干二净，然后呢，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只还记得我牵他小手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忘不掉。其他的呢，那个脸长得什么样子真的忘不掉。我只记得他那次跟我约会穿那个白色的短裙，那个洋装，那件洋装的样子我还记得，可他脸长的样子什么样子忘了，悲哀。所以那是一个过程，真的是一个过程。所以有些东西会记住，有些东西不会记住。好了，如果这样讲的话，引申出会更多的问题了，就是自我意识究竟是什么样的，那是一个大哲学问题。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怎么样，大哲学家在这里投入，在这里要做阐述，你也可以去投入，我知道吧？人生不过是一种过程，哇，就是开始网络上变成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思想家，哦，不要看扁自己，还不错哦，哎，很不错。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可不可以讲，我们今天存在，然后在未来不存在，然后所以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从逻辑上面来讲，这本身这个推论是有问题。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今天存在。那我们可不可以讲说我们明天不存在？不能哦，因为你顶多是讲说前面要加一个今天的我今天存在，今天的我明天不存在。可是今天的我今天存在加上今天的我明天不存在，可不可以得出来一个叫做今天的我既存在又不存在？因为你后面得到的那个到底是你今天的我今天存在还是明天存在，明天不存在还是今天加明天既存在又不存在，你到底那个时间点是指什么？可是他现在把时间点全部拿掉，今天的我那个今天拿掉，然后今天存在的那个今天也拿掉，然后就只剩下一个空空洞洞的我们存在，我们又不存在，完全没有任何时间的界限，这样的讲法恐怕就会有问题了，对不对？这样讲法就会有问题了。那难道我们要这样子讲说，我们未受精以前不存在，我们受精以后存在，所以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我换个讲法，听得懂吗？我们受精以前不存在，我们受精以后存在，所以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讲话很荒谬？会不会？应该会了。为什么？一句话就毒死他了。既然我们未受精以前我们不存在，那请问那个时候的我们在哪里？听得懂吗？既然讲我们未受精以前我们不存在，那请问那个时候有所谓叫我们吗？既然那个时候没有所谓叫我们的话，那你讲我们未受精以前我们是不存在的这句话根本是 nonsense， 对不对？没有意义嘛，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并没有那个我们啊，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对不对？并没有啊。然后你却讲那个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或者说那个我们不存在。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啊，老师未来的孩子还不存在。对啊，老师未来的孩子还不存在，这句话也许有意义了，可是有没有那个老师未来的孩子那个对象？没有，万一我都不生呢？就永远不存在，就永远不存在啊。那还有所谓的老师未来的孩子这个东西吗？没有啊。所以这个东西指向哪里？假想。指向 nothing 啊，指向 nothing 啊，指向 nothing 就像什么天底下最漂亮的金银岛就像老师的脑海里。我讲这句话有没有意义？天底下最漂亮的金银岛就在王老师脑海里。请问我讲这句话有没有意义？
对我们来说没意义。没意义啊，对我来说也没意义啊，因为那骗人的话嘛，对不对？或者我们现在讲说，台湾这个是以前那个谁啊，那个罗素曾经批评过的一句话，他说讲这个话是没有意义的。说法国的现任皇帝是个秃子，请问法国现任皇帝在哪里啊？那我们不要讲法国现任皇帝，台湾现任的大总统是个有死亡之握手的人。我注意听哦，台湾现任的大总统。对啊，大总统。台湾有现任的大总统吗？没有。中华民国没有大总统这个词啊，只有总统嘛。所以你讲大总统，你就不知道是在指谁啊，对不对？或者我们再把它换一下，台湾现任的皇帝，那个人是个王八蛋。请问我讲这句话在讲谁啊？我谁都不是啊。所以讲这句话没有意义啊，没有目标嘛，没有意义 啊。王老师未来的孩子一定是个跟我一样帅，跟我一样有智慧，跟我一样，讲一大堆 nonsense。这样听懂吗？那是 nonsense， 因为那个对象到底会不会存在都还是未知数啊。所以你对他做任何的形容，那个都是叉叉，那个都是叉叉。那个话都既非真也非假，你用一个既非真也非假的话作为推论的前提是有问题的啦。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未受精以前，我们不存在，这句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话。用这样的话作为推论的前提，然后得出来一个叫做我们存在又不存在，那个更荒谬。就好像说，台湾的皇帝哈，是最会欺骗人的，然后呢，马英九也很会欺骗人，所以马英九就是台湾现任的皇帝，你就不要管后面讲什么了，你那个前提就有问题啊。台湾现任的皇帝会欺骗人，那一句话就不为真了，因为并没有那一句话所指涉的对象，所以你所有的推论通通都是怎么样，都是没道理的，都是 nonsense， 没有意义的了，这样听懂吧？纵使你的推论是正确的，你的整个推论的过程是正确，可是你那个根据的前提是一句完全 nonsense 的话，没有办法证明为真，也没办法证明为假，那么你整个那个推论通通都有问题。这里同样的，它陷入这样的困难。如果我们讲未受精以前的我们不存在，纵使我们可以这样讲，可是这样讲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不为真也不为假。可是思想下却把这种东西拿来做推论，做思想的一个根据啊，这个就有问题哦。所以你同样的，你把它带进去，今天的我们今天存在，然后你把那个今天拿掉以后，你讲说我们存在，哎，到底你这个我们存在到底是指什么？你条件没有约定啊，那个时间没有约定，那是一个很泛泛而谈的，对不对？那你讲说，今天的我们明天不存在，那可不可以把今天的我们拿掉，跟明天不存在那个明天也拿掉，然后得到一个我们不存在，可不可能这样相等？不可能嘛。我讲今天的我们明天不存在这句话不等于我们不存在嘛。当我讲今天的我们明天不存在的时候，事实上我是预设着我们仍然存在的，这两句话是不相违背的，对不对？可是你却把它导出来一个说我们不存在，这就自打嘴巴了嘛。所以在逻辑上思考上，其实这是自我矛盾的。能听懂吧？我就不写了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辨。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当我们看到一个经典，这样一个经典看起来是好啊，纵使它是断简残篇，可是它是有论述的，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个论述到底合不合理。从这个跳到这个合不合理，或者从这个本身他这样子分析同一条河不同的河水，是不是就可以导出说我们踏入又不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个都是问题。这里充满了很多的问题，问题是你们找到问题没有？我上次讲海德格的那个说法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做思考的信念
重要的不是老师讲出来的答案，重要的是同样看到这些东西，你来看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曾经有那个学生意见调查表上面竟然给我写什么什么我们存在又不存在，这个老师上这种哲学课不学。我看到那个评语，我就非常的不高兴。我第一天就跟你讲白了，哲学正是在面对这些东西。当你面对这些东西，你要去看看人家讲的有没有问题，而且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不是说你看到这个讲我们存在又不存在，上课在讲这种东西就 bullshit， 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哲学的训练不是这样。那你要了解他以后，你还要能够超越他，批评他，找出他的问题。他这样讲一定有问题，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去讲出他的问题，而且很明确的去讲出来。那我们会发现说，同样这样的一篇文章，至少可以找到三四个有问题的问题点，这才是哲学的训练。底下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死对头 Parmenides， 很有意思哦。刚刚赫拉克里图斯讲那个流变学派，这个叫做不变学派，叫做永恒学派。为什么？旁边那个他承袭那个毕达哥拉斯哈，他们发现数学是一些永恒不变的定律，6:8:9:12就是怎么样最和谐的比例，黄金率嘛，黄金比例。那这个黄金率是永恒不破的。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也是永恒不破的。然后呢，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的平方和等于两边的平方和，这毕达哥拉斯证明的，这也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真正的真理就是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要追求的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不是那些会变动的东西。结果你们都在追求什么？存在与不存在。你们都在追求那个会变动的东西，对不对？爱情会不会变动？告诉你，问问后面的女生，是爱情会变动，还是那颗钻石比较不会变动？所以，爱情跟钻石，你要哪一个？钻石，对不对 ？Diamond， 因为 Diamond 的变动比爱情小多了嘛，所以他要走可以，钻石留下来，对不对？有道理哦。结果你们是在追求爱情。不懂得追求钻石，我不是在鼓励你们。好啦，我们来看看啦，这里头呢，他就在告诉我们说，世间真正永恒不变的那种真理才是你应该要追求的。至于赫拉克利图斯讲的那些话，那些都是屁话，不要听。他其实是在针对赫拉克利图斯讲。好，那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我们来看，他说一条是存在而不能不在，这是确信的途径，跟真理同行。一条是不存在而绝不是存在，他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个存在譬如说对他来讲就是整个宇宙万物啦。Parmenides 讲存在这两个字它有特殊的意涵，是指世界万物的总体叫做存在。这个存在会不会突然之间哪一天就不在了？不会啊，质量守恒定律听过吧，对不对？宇宙会不会永远在？永远在啊，永远在啊，不是吗？不然它会变成什么？太阳系也许会消失，可是整个宇宙还不会消失吧？不会吧？挑战你们那学物理学工程的，整个宇宙会不会不在？会不会？万有会不会哪一天不在？不会嘛？你纵使收缩成一个超大的黑洞，它也还是在啊，对不对？它也还是 something 啊，对不对？所以 something is something， something is not some， is not nothing， 这是他的说法。 something 永远是 something 啊，整个宇宙的存在永远是存在的，它不可能哪一天变成虚空啦，这样听懂吧？虚空会不会变出存在？如果能的话，你拿一个玻璃瓶把它里面全部抽真空，然后呢给它大气压力，给它电子效应，给它一大堆的，看看里面会不会突然之间变出一颗质子出来或分子出来。你要是能做出这个实验，那就非常伟大了。
证明无可以生出有，证明 nothing 里头都突然之间蹦出 something， 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说不可能，除非能量转变成质量，质子，对不对？或者质子转变成能量，那才可能叫做存在的变成不存在。譬如说一个蜡烛，一个蜡烛放一把火把它烧了，它就不在了嘛，对不对？那它是不是真的不在？没有啊，转化成能量嘛，对不对？它其实是转化成能量嘛，所以质跟能可以互换嘛，这爱因斯坦的 E 等于 MC 平方那个东西来了嘛，哦，质跟能可以互换嘛，可是质跟能的总和就是那个叫什么质啊？折是不是？那个字叫伤害折啊？底哦，那个字念底是吧？就商有人念商，有人念底，我不知道啊。有字典的查一下哦。那个宇宙之间的那个质量的总和啊，质能的总和啊是不变的，它把它叫做存在，存在的永远保持它原来的状态，永远保持它的存在，它不会变成虚空。这个不存在就是虚空。然后虚空呢，也不可能突然之间就变出存在出来。如果有人那样讲，他就告诉旁边，你就告诉你，他说有人做这样的思想，你就告诉他说胡说八道哦。他说虚空你既不认识，无法谈说。哎，这个话有意思哦。虚空我们应该怎么谈？虚空 nothing 我们应该怎么谈？比如说王老师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什么叫 nothing？描写一下 ，nothing 长得什么样子 ？nothing 带着微笑 ，nothing 会杀人，nothing 有什么颜色 ？nothing 有重量 ？nothing 到底是什么？老师不要再问了啦 ，nothing 就是 nothing 嘛，这还不简单 ？nothing 就是 nothing 了。你对 nothing 可不可以给予任何的诉说？不能。你对王老师这种具体存在的事物，你可不可以给他一些陈述？可以嘛？对不对？你对于宇宙万有，可不可以给他一些陈述？可以嘛？我至少可以告诉他说，存在的永远存在嘛，对不对？可是对于 nothing， 我什么都不能说。你觉得他这样讲合不合理？啊，问题来了，知道他的意思了哈，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了哈，不存在，你既不认识，也无法谈说。我讲到这里，红色的事，可是他这样讲对不对？一样，我们很公平的，我们刚刚很不公平的对待赫拉克利图斯，我们现在也很不公平的来对待帕梅涅斯，他这样讲有没有问题？你刚才讲说，你脑袋中想的那个精灵岛，它是不存在的。我却可以诉说，虽然那个诉说是无意义的，所以那个诉说也不是真理。对，它不是真理，所以那只是胡说八道啊，那就是一些胡说八道啊。所以我们对 nothing 当然也可以胡说八道啊，像我们刚刚讲了，我并没有否认了，我们对 nothing 可以胡说八道啊，说它有重量，说 nothing 可以怎么样。变幻莫测，说 nothing 可以怎么样，飘忽不定，那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对不对？所以证明了他说的没错啊。对于 nothing 那种不存在的东西，不认识，无法真正的去谈论，所以所有对 nothing 不存在的谈论都是胡说八道。我再帮他做白话翻译一点，这样讲有没有道理？有吗？听懂吗？所以你正是在替帕梅尼德斯做解释啊。可是我们家，我比较会抓问题了哈。这句话有问题，哪里有问题？考考你们，因为这是一个思想的训练了哈。考考你们，当一个人这样跟你讲的时候，意思也清楚了吧哈，也了解嘛哈。对不存在的东西，我们是永远不能说啊。来。
怎么说？因为他说不存在，你不能认识，也无法参说，所以他在帮不存在找解释。可是他不能解释不存在。哦，意思是说他就已经讲了什么东西了，对不对？对。当他在讲不存在不能说，他就已经在说了嘛。啊，这样不是就自打嘴巴吗？你既说不存在，既不能认识，也不能谈说，可是你却谈了这么多，至少你谈了一句话叫做不存在，你不认识，也不能谈说。好，所以叫常用这个叫做，这叫自我指涉了。哦，了解了哈。比如说我现在讲一句话，王老师所有讲的话都是谎话，你就我这句话为真为假。王老师所有讲的话都是谎话，那包不包括这句话？如果这句话包括的话，那我讲的就是真话，所以我就没有再讲谎话，对不对？所以这句话永远不能成立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跟你讲说我所有所说的话都是谎话，这个人的话绝对不可以信，因为包括这句话也是谎话。如果一个人跟你讲说我所有的话都不能说，那他都已经在说了、啊、不是吗？说 nothing 不可言谈，不可言说，不也是一种说吗？说 nothing is nothing, nothing is not anything, 不是也是一种说吗？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在说吗？所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说言说言论啊，是不是一定要针对 something？ 哦，这就是语言的一个很特殊的功能。语言有一种功能是可以绕过针对 something， 把那个 nothing 也当作 something 来谈论。我们语言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样功能，这似乎超越了那个怎么样某种限制，对不对？所以说语言一定要指向于那一定要指向于 something， 对不对？啊，谁说那种不可说的东西就真的不可说？我至少可以去讲说，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们哈、哦，言道断，心行路绝，听过这个话吗？那个古代的哲学很喜欢用这个，道家就很喜欢这个，佛教也很喜欢这个，他们的说法是叫做言语道断。哦，就是言语的逼近的那一条路哈、哦，已经被斩断了，心行路绝。你连用心理去想象这条路呢，也是绝路一条啊、哦，心行路绝。其实这些都有类似的功能，它都是用言语在形容某一种用一般的言语不可以说的言语，听懂吧？好吧，我们把这些叫做哲学的那种什么呀特殊语言，这种特殊语言它充满了辩证性，用某种不可说之说，说某个东西是不可说的。它虽然涉及自我指涉，可是它正好有透过那种辩证的那种两面性哦，去指涉某一些一般我们日常语言超出我们日常语言的极限，所以它就不会是怎么样形容说啊，这个是一个怎么样黑板擦。啊，这是一套西装，它不是这种语言，啊、哦，所以你拿这个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个老子，不是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不对？概念西装，这是一个名称，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就是说，你用一般的这种概念想要去了解道到底是什么，想要去了解存在究竟是什么，你都会逼到一个极限，语言的极限。你就跳不出去。那为了跳出去呢，我们就用一种所谓的辩证性的语言，叫做可说的语言就不能拿来说它。那这句话也当作一个可说，也当作一个可说。可是它不是一般的那个可说，不是一般的那个名称。这样听懂了吧？哦，也有点有趣了哈，又有点悬了哈。不过不要被他骗了，不过就是在说这个东西了。啊，这样清楚吧？不过就是在表达这种概念。我们针对不存在，你不认识也无法谈说，其实你也就是在说什么，啊，可是你要了解它的意思啊。最后这句话也有点意思哦。作为思想跟作为存在是同一件事情。你看，心行就是思想，用脑袋去思考。
我们在用什么思考？思考不就用到语言吗？思考要不要用到语言？再考考你们，你要陈述整个宇宙，要不要用到语言？是吗？这句话也有问题。你知道爱因斯坦怎么想象宇宙的吗？爱因斯坦是用语言在想象整个宇宙吗？还是用 image？ 回去查一下看看，爱因斯坦怎么构想整个宇宙的？它是图画式的，它不是一种所谓的图画，算不算思想？所以你怎么界定这个 to think？ 啊、哦？所以这里翻成思想其实是很不好的，因为就有些某些人来讲，什么叫思想？思想一定要像这样哦，讲了很多话嘛，那才是有思想嘛，对不对？那如果我现在在你们面前，我有在思想吗？我刚表现出一副样子嘛，就是一个 image 啦。我有在思想吗？我刚刚那个动作算思想吗？那我们反过头来，脑海里头的所有的思想，比如说爱因斯坦想象整个宇宙是什么样子，那样的思想，一定跟语言有关吗？这里牵涉到很多的问题哦，知道吧？当代还有很多的思想家认为，像他这样子，思想跟语言跟存在是同步的。只要语言不能够指涉的，语言不能够去描述的东西，通通都是没有意义的。我非常反对这种想法，因为爱因斯坦就明白告诉我们，时间相对论是他脑海里头用图画式的理解去构想出来的，他不是用语言式的表达，他是用一种图画式的。你们发现很多数学家都是用公式，有没有？那些公式是不是代表某一种 speech？见得、哦、那些公式是代表某种图形，对不对？公式常常代表某种图形嘛。譬如说我上次讲的那个叫什么？不是波有定律，那个叫做傅立叶转换程式，有没有？它是个公式嘛。那公式代表什么？某种图形。所以你在想象某种宇宙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是一种图案式的思考。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小孩子他在表述他的某种思想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述的时候，他是用什么？用画，有没有？用画。所以会看的人从他的图画里头就看得出来，他在 say something。不会看的人呢，看不出内涵出来，就以为那只是一张图，对不对？好了，这提供你们思考了。语言，我不认为语言可以涉及到人的所有思想的全面。实际上图画也是人类思考的一种媒介，图案式的思考，我称为它叫做图案式的思考。那爱因斯坦已经告诉我们，他的相对论的发现是透过图案式的思考，不是语言式的思考。哦，好了，这是我提供你们做一个啊、哦、做一个啊。不过你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思考，你要把它限定在哪里？到底是语言式的思考，还是图案式的思考，还是两者都包含？哦、那如果两者都包含的话，跟下面的这个可不可以去做美去？我们对不存在的东西可不可以做一种图案式的思考？你们回去可以想想这个问题。我们对于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可不可以做一种图案式的思考？可不可以？回去想想看、哦、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下课。